男星张翰曾出演过不少韩剧，先前与张钧甯合作温暖的闲人气再度飙升。近来他上《快乐大本营》选传新节目，不料节目组在后置上出了差错，误将他的名字打成张翰，而且不止一次出错，被粉丝鹰眼揪出，灌爆该节目的官方微博，要求制作单位修正。张翰上节目宣传，名字却被打错。在最新一期播出的《快乐大本营》中，张翰、陈乔恩、杜江等合体现身宣传新节目《勇敢的世界》，没想到在播出期间，有眼尖网友发现，在下方的字幕上，张翰的名字有好几次都被写错成了张翰，这让大批粉丝非常不满，认为他过去曾多次参加该节目，而且过程中也非常尽心尽力的配合流程玩游戏等，认为节目组把他的名字打错，非常不尊重艺人。快乐大本营屡屡打错张翰的名字，为此不少网友纷纷涌上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博上留言，要求节目组尽快修正，并给张翰及众人一个解释，节目组你把人家名字在字幕在电视上打错了，张翰是这个翰，字幕错了是张翰，人家好歹也参加了15次快乐大本营了。